Scandinavia. 虽然他们的工作铺平了道路，但更重要的戏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剧作家 Henrik Ibsen。易卜生于1828年出生于挪威，他写了25部戏剧，其中最著名的是《玩偶之家》1879、《鬼魂》1881、《野鸭》1884和《Hedda Gabler》1890。此外，他的作品《Rosmersholm》1886和《When We Dead Awaken》1899唤起了一种神秘力量在人类命运中的作用，这将成为象征主义和所谓的荒诞剧场的主要主题。易卜生之后的英国。在易卜生之后，英国戏剧在 George Bernard Shaw、Oscar Wilde、John Galsworthy 和 William Butler Yeats 的作品中经历了复兴。与他们同时代的大多数阴郁而严肃的作品不同，萧伯纳和王尔德主要以喜剧形式写作。